哈喽哈喽，我有看到。哈喽哈喽，哔哩哔哩圈哦，哔哩哔哩圈哦，跑跑跑跑哎，八点了。是 PPT 还是多了一只蜜蜂？那只蜜蜂就得死，谁是多的 ？PPT， 哇哇哇！他们啊，我好不忍心啊，我不晓得怎么办啊，好不忍心啊！啊，肉是翘翘的，嘴上说不忍心啊，该做的都做。嘴上说不忍心，手倒是动得挺快。哦，酱油手动快哦，小雨他们都对你那么差，嗯、很好了，对呀、啊，嗨，坏人，嗯，坏人，来，我们就速度长，等我一下，我没关系，我要设定很多，哦，你怎么了？被随机分对下去，我会哭哭。没有没有，还没上啊，哦、还没进来，还没进来就是分了。不会啊，随机分对三对，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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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好棒哦，左手牵右手，一个人对耶，多好啊，听起来超赞的，听起来超棒的，听起来超难过的。你可以一个人主宰自己的命运，真的，就不会有人扯你后腿了，对不对？真的 ，QQ。左手拿稿子，右手拿剑，好累哟、哦！到底要干嘛？嘴巴叼火把是吧？嘴巴叼火把，三刀流啊，不错不错。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动画，很白痴。嗯，他是把那个火把插在嘴巴上，然后说是在抽烟。啊，火把？火把？那一块动画，不知道那个就 F， 那是 YouTube 逛到的。好好好好看真的很可以那随机物资箱有开启好那重点是健硕嗯一开始就说因为中间有还不错的房子大家都可以去避难好、嗯哦、房子还不错的房子看不到正下方啊正下方正下方对啊看不到侧面看不到侧面啊、哦，那是少界塔、啊。哦哦，那边会有很多人招呼你。哇哦、打败他们就也有奴可以用啊。哈哈哈哈哈。掠夺者之塔好不好？好好。然后也会有25个随机物资箱都可以去取的。好好，就来随机分队。好啦，那个繁星在你们那队，我放弃挣扎，我自己下去。帮你啦，我帮你，我最喜欢帮你了。跑掉了，下去了。快速场，我喜欢把它分在一个人的一队。坏，他们就说啊，不动，我就把他拉走。冲啊！声音会很小声吗？有。还可以，可以，嗯，哦，太久没有开了，哦哟，1.14的材质包很丑、哦，啊，这包哦是，材质包很丑，材质包很丑，我好变回了1.13的材质包，啊，可以打木头了，我怎么看到旁边有人？看到收戒塔，有人在被哎、欸、对耶，巧克力他们哎，对，繁星的后面他们在被追，巧克力小雨。哦、他们同一队，怎么了？他们被那个拿弩的追了，拿弩的追。我看一下，他跑掉，更跑掉。跑过去了吧，走过去了。可恶！而且在讲入侵事件，可不可以用船啊？啊，你说全部摆船，然后他们全部坐上去吗？对啊，好像可以。那我试试看嘛。哎呦！我先做个基本工作，不是啦，基本的，当然不是现在用啊。想说私下有空再测试应该。对啊，船那么万能，
个木剑，有个木斧。OK。我做点快速场哦，来吧。嗯。走。走。直接冲过去。我知道，只要他们在，他们在这边，我冲过去找他们。在哪里？让我做把剑啊。看，没有小地图看。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到有拿弩。我们看到了，看到看到小颗粒了，看到江江有要穿过去。等一下，我们在下面哦。喂，再掉一个。哦、哎呦，在哪？哎呀，你在哪里？海边，海边，海边，海边啊！海边，海边。那我们走错地方了。哦，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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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哪里，哪里，哪里？应该是、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那个山。哎呀，他们先打起来，他们先打起来，他们打起来了。啊啊啊！繁星 K，no， 繁星，卢米卢米撤一点，是卢米撤一点。我怎么这么看？等他们，等他们打完，等他们打完。等一下，为什么他去打你？为什么他们去打你？为什么？去找巧克力，巧克力。右转回头，右转回头，绕回去。你是左转回头？哎呦，不得了！你走去哪里？哎、欸，等一下，哎、欸，总在那边，我总在这里。为什么你海边会走？你海边会走到山上去啊？怎么哇，有盾的哎、欸！应该叫你下山才对。对，我想说，哎、欸，不是啊。我想说他们要打起来，没有啊？巧克力跟小雨啊，打起来。我想说应该走，应该遇到了，怎么回头一看，嗯，为什么是他们在追卢米？说他，射下去，射下去，射下去，射屁股，射他，射他！哎呦，哎呀，差一点点，哎呦，哎呦，哎呦，闪过了。是我错觉，还是他们的剑矢比较慢了、啊？对啊，会，好像可以用手抓住的感觉。对啊，剑矢好射好慢的感觉。好像没有、欸。该射该射酱油了吧？哈哈，射酱油，射酱油，嗯，射。射手不射，射，这才融入村民里面吗？哎、欸，完全都不会动到酱油哎、啊！哎呦，小雨被捅到伤了！呜呜呜，有了有了有了！剩下剩下巧克力一个，仿佛听到酱油在哀嚎。我看一下，哈，这不都不射酱油哎、欸？为什么？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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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画面好刺激哦！全部攻击鱼！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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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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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杀掉了！哎呦，酱油会杀你？怎么可能？他打猎龙就那么……是吗？我想说小雨怎么来帮他们打？我也在想。这些这应该是是深怪塔吗？深怪塔怎么都没有？我怎么就一直深的感觉啊？这个、地形怎么会深？对，这具体地形一直深。来看一下，有长深怪砖吗？有箱子哎、欸，没有啊，没有东西啊，好奇妙、哦啊。这是麦块本身的预设的场景的、哦、区域吗？对，它会自动深怪吗？哦哦哦，一直有可能，有可能。那这边的环境叫什么？少见塔吗？对，叫不是只是一般的生态域而已。对啊，这只是草原诶。哦，所以跟女巫一样吧？是跟那个塔。哇，那感觉这边可以刷，如果能够弄那个生怪塔可以刷诶，就把这边掏空，然后留个平地出来。对对对对对哦，酱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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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被追杀哎、欸！哇，边界收太慢了啦。对啊。我有突发事件，然后把所有的那个怪物都加速。那那巧克力也是。哎、欸，原来这一场有随机物资箱哦。啊，有啊，有啊，有啊。刚没有听。团团。你要在这边逗留吗？很危险！哇，这个跳杀！哇，就是掠夺者从树上跳下来，然后帅气转身射一箭！哇，这样子、就是……哦，对对对，射他，射他，射他，他从后面！
再见。我觉得这边好刺激哦，都没玩到。他们都在中间。对。躲起来了。哇，他团视角，巧克力。他边缘自己啊。这是什么？是蛋糕吗？巧克力。哦，露米的头在这里啊。怎么会变蛋糕啦？来，你远远看超像巧克力蛋糕哎！来，你先来少界塔，来汇合，来汇合，汇合，我带你去。哪里像？看我。我看一下你在哪。啊、哦，来来，绿色绿色，这边这边这边，来来，乖乖乖乖。来，你从这边看，从这边看，有没有很像一个巧克力蛋糕？会有像。嘿。然后突然找到这边，哎呦，怎么是你的头？哎、欸，你过头，你过头，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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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好像可怕一样。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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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地上咖啡色的巧克力蛋糕、欸，哎，真的巧克力蛋糕，感觉好像很好吃一样。对啊，感觉还蛮好吃的、欸。瞬间看蛋糕是不是？哎、欸，他们都不打哦。哎、欸，生一个拿生拿旗帜的了、欸，哎。嗯，他们都打不打起来？哇，本来就奋战了。少界塔，隐月，嗯，哎呦，隐月找到巧克力喽，然后巧克力在追团，哎、欸哦欸，为什么突然受伤、欸？摔到，突然怎么受伤的？对呀、啊，应该是摔到吧。你干嘛？哦，他可能讲说那个塔中间有东西，测试有没有坏？没，这个没坏啦，啊，聊天室坏了啦。嗯，他是有多少木头啊？干嘛啊？这是这是干嘛？哎呦，这时候团团追上来，哎呀，这不是要追上来，是要挖掉。嗯。哦，他是要没木头，是要拿木头来抵的意思吗？这巧克力就抵到中间去了、欸，然后抵到双剑堂那边。哦，团团有弩哦。然后隐约冲进去了，隐约冲进去了。哎呀，为什么？隐约冲了，他在找大门吗？他发现没有门，突然发现没有门，他有点傻眼。原来有一个门啊，在那边他没看到。好了，哎呦，哎呦，一个转身帅气躲过哎、欸。哇，哎呦，来来来来，在一楼，在一楼拿箱子，开箱开箱。哦、上楼上上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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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都选都选哦，可以可以可以，开开上来了，开箱，哎哎，他们开箱了，哎，箱子啊，开箱啊，箱子啊，那个在干嘛？可以开箱子吗？开箱啊，我们想看箱子里面啊，开箱啊，哦，隔壁而已，你的屁股对旁边，你有没有看到箱子？有没有在挖箱子？大哥。他觉得他想做箱子，他要先挖木头。箱子！啊！箱子！上面两个要打起来了。他是真的没看到我吗？拜托！我不开啊，雨月不开、啊。回头，有没有看到箱子？哇、哦，他怎么可能没看到？箱子！好，这两个在干嘛？他没看到吗？哦，有了，有有有有有，哦，好多箭矢，完了，哦，完了，心很痛，我心很痒，心很痒，嗯，有，哎呦，巧克力被包夹，哎呦。哎呦，那个剑！哎呦，他看到了，看到有弩了。哎、欸，那个箭矢真的射好慢哦。完了完了完了，被夹了被夹了被夹了。巧克力夹心，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哎呦，巧克力夹心很不错、欸、哎。好哟。好忙哦，再往上边、啊。哪一边？哪一边会先过来呢？哎呦，下一
感觉好好吃哦。好吃。音乐哦。还好音乐没有弄。好忙哦，两边猜，完了完了完了啊！哎呦哎呦哎呦，巧克力死了，死了！哦，剩一点了，没见死，他没见死，他没见死，我没有死！哇哇，雨月死了！哇，可惜哦，当头棒喝的锤牙去死掉了，可惜，嗯。那去吧，去哪里啦？对啊，你我想说，如果巧克力刚跳下去水池的话，有机会。对啊，嗯，对啊，差一点，差点，好可惜，差一点。哎，雨妹，你刚刚一直没看到箱子吗？啊，你说我旁边那箱子吗？对啊，对啊，因为那个箱子是烧界塔上面的啊，所以我不会去开啊，它没有什么好东西，所以没东西、哦、啊，有可能会有金苹果啊。哦，我去烧界前面在等你，我在那边找，我心好痒哦。大家都开箱，再看箱子怎么开，我怎么开箱子？开它！我有看到，我只是想说烧界塔上面我记得是没好东西，我就没开它。捣乱天眼兵的。大家都心痒痒，你明明觉得很痛苦哎、欸。你们说最后你们三个人，我们只剩两个人，我想说哇，你们三个人而且都有盾牌，去中间，去中。